能不能别走？放开我！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还是咱们俩最合适，咱们重新开始吧。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，你们家收到的，你说你要做我女朋友，我气着你了。到底收完了，你突然提分手。第二是你家吸土豆，你找我复合，你说你忘不了我。土豆洗完了，你又突然提分手。这一次你又找我复合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家应该8包米了吧。老公，美女，你干嘛？到世纪大厦。我这接人呢，我这不是顺风车。